觉得在克拉玛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慢节奏，对我来说太不安静了，我还是太明显了，不太适合这种热闹的地方。总的来说，自己还是非常努力的去，觉得比较适合去宣传我们中餐的，或者说是还没有做过，但是想去尝试一下，听说过这道菜怎么做的，对，都会去努力的去展示。不仅是有中国人，还有很多的外地人，而且不只是法国的，还有好多好多其他地方的人。但我发现就是在科尔马呢，大家都不太喜欢吃辣。对，这他们就是不吃啊，所以我吃起来，我觉得一点辣味儿都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，他们都觉得啊，特别特别辣。当然啊，我在节目中看你有试手的视频，我经常就是做饭，做的偶尔就是什么调料撒太多啊，或者说忘了，然后一下子就炒糊了这样，都有。首先作为一个厨师大厨，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种风格。其实就是因为自己之前也做过没有肉的麻婆豆腐，说实话就是有肉末跟没肉末的区别有点大，加点肉末的话就是你用勺一咬，然后吃下去的时候豆腐，就是它因为豆腐的入口即化，然后你发现还有一些什么肉末那种干干的，就是咬，粘在牙上的感觉，就是最好的一种体验。那吃到加肉的麻婆豆腐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？好吃，就很正常，因为我吃过太多次了。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魅力，要有活力，要有去帮助大家的心，要学会倾听别人，也需要自己去做好自己的事情。